我叫杰瑞，这是我来到末世世界的第五天。前几天出门遇到丧尸，总会躲躲藏藏，东跑西跑，完全不敢正常。现在我靠着平时攒下来的金币升级了我的武器，现在该我上场表演了。遇到丧尸怎么办？直接冲上去，你看我一枪带走一群，轻轻松松，完全不费事。这个游戏就是这样，只要活得久，要啥啥都有。你也赶紧来试试吧。